结膜炎会导致视力现象，但是就是说，只是说严重的结膜炎会导致视力现象。结膜炎初期就是轻的、轻微的结膜炎，或者是时间短的结膜炎，它只是结膜充血、滤泡，因为结膜它就是眼睛局部看起来就是说白色的部位，眼睛看东西主要是靠中间的角膜，只要角膜发生透亮，它是不会引起视力下降的。有可能就是说结膜炎加重了以后，由于它的炎症感染，有分泌物或者是盐类，这样的时候就是说看东西的时候感觉到视力下降，但是把眼泪冲洗干净了，或者是眼泪擦了以后，眼睛眨眨，视力就是说相就会比以前倾斜。也就是说，结膜炎看东西视力下降，它只是就是说，因为结膜炎炎症引起的其他的分泌物呀，或者是泪液而病人自觉的视力下降，实际上它不是视力下降。那么它什么时候会引起真正的视力下降呢？长时间的结膜炎，它会引起了角膜感染，这个时候角膜会出现就是说点状或者片状的损伤，角膜发生水肿，这个时候角膜就类似透明的玻璃，变成了毛玻璃。那么我们在毛玻璃下看外面的世界当然看不清楚了，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引起视力下降。虽然是结膜炎引起的视力下降，但是结膜炎导致角膜炎，最终因为角膜炎引起的视力下降。